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也紧张。没事儿，就按照之前我们说好去做就可以了。放心，我姐这一关比较好过。好，我就负责配合你哈。对，主要的话我来说，你尽量少说话，啊。嗯，放松，不用紧张。谁说了我紧张啊？不紧张。 来了，姐，姐，进来了。啊，姐夫啊，盛夏，姐之前见过，姐夫是第一次见。 这是姐夫，这是盛夏。姐夫好。哎，好。我真是有点不习惯哈。几天前你们俩还是邻居，现在领证结婚了。姐，放心，一定给你时间适应。啊，这是盛夏买的礼物，专门为你挑选的。巧克力。纱巾。 不是外人来那么客气了吧？谢谢啊。这么快就领证，你妈知道吗？知道。问你呢。姐，盛夏第一次来，态度稍微柔和一些，别弄得像审问似的。秋阳，你的婚事我虽然操心紧张。 但你不能这么仓促的就把证儿给领了呀，这不是事先得要了解清楚吗？姐，对吧？姐，你清楚，是我着急。本来盛夏不愿意这么着急，完全是为了配合我。我没有怪盛夏，我说的就是你。行了，秋月，秋阳，你姐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啊？她伤心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没有跟她之间商量。 不怪怪你的，对吧？你插什么嘴啊？去，把汤端来。哎，盛夏，你是不是平常都这么安静，不太愿意说话？对，平时就特别安静，话很少。我觉得这也是她跟其他女孩不一样的地方。哎，汤来喽！小心。 烫着了吗？没烫着，没事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来喝汤吧。盛夏，你不要拘谨啊！现在，咱们不是一家人了吗？我对你不是太了解，就想听你多说说话啊。姐，你要了解什么，你直接问我就行。我在跟盛夏聊天儿。我们两个结婚，确实挺仓促的。 但是姐，你放心，我们去民政局前把能做的准备都做了。我们结婚是我们两个现在唯一的选择。对。我已经快33岁了，我这些年唯一的心愿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庭。 找一个可以给我安全感的伴侣，我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。可能是我自身性格的原因，我这些年一直就没有碰到。直到我遇到了秋阳，我们事儿。 性格多愁善感，也感动真情。这结婚是我们两个现在最好的选择，也是我们认真考虑之后做的决定。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让你哭了？我就是心直口快啊，不要难过，不难过啊。那我们吃饭，我们。 边吃边聊。哎，对，吃饭，那个，咱们先举个杯吧，要不？
秋阳，你姐等着一天啊，等的太不容易了。我跟你姐啊，借着金六福的酒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曲岸齐眉，早生贵子。行了，秋阳开车，别喝了，剩下我陪你喝，心想事成哦。谢谢。 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的配合还算挺成功的，就是没想到你会哭，而且哭得那么伤心。我觉得我心里挺委屈的，就这么草草把自己给嫁了，天天要说违心的话，还要陪着你演戏应付你的家人。 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你姐将来会影响我的正常生活。不用担心，反正事儿一过，合同一签，如果我姐还冷静不下来，还不停的找事儿，那我就向她坦白我们俩的协议。那你姐是不是对你很失望啊？会吧，但没办法，她想让我结婚安稳下来。 可能我这辈子做不到。